今天这个面试情况怎么样啊？周一去上班。说明乔治那小子说话还算话。好，等他下回来，我亲自给他做俩菜。他来不了了，他死了。乔治的死现在外面传得沸沸扬扬，都说他账面上不干净，有人刨了底。老腿，你说他跳楼，是不是跟那些那天来追他的人有关系啊？